这个是很夸张，其实他设计的也不错，是很好的高年级。那这段时间我们做了很多跨界的努力。我没有钱，我干嘛？因为。大家好，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蔡其昌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会长。今天会长我们在第一位，这么好的位置。会长，你这样看知道他们是哪一队的吗？我如果不知道，我还是会长。第一次参与的应援歌曲的跳舞，献给你。大家进场看球。好，没有问题，会长。谢谢会长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对，数量太大，而且他还有11个签到，我自己我也叫不出。对啊。对，思想呢？哦，思想一家亲，我知道啊。嗯，统一秀六。你们让我在兄弟相迎当中不会。没事，因为他们也唱得很直棒，雄用。哇，可以，好可爱哦！松哥，所以这样，松哥，谢谢松哥的火箭。又松哥来了吗？松哥，我爱你，我已经不知道跟你讲什么了。好，开始，就丢了。会长不会投。哇！九号，好不好？九号。哇！哇，好厉害。剩下3、4、7、8，我们会长投的是我。哇塞，真的有这么好？会长投7、8，我先去忠孝东路等你，我从那边投过来。职业棒球场哪一座最大？之前我刚去过，去玩回来而已。你怎么这么厉害？因为其实说我们一开始听我说，我们很惊讶。你们以为周记吗？那个不要来，那个不去。人生史上的巅峰就在这个时刻，但是有这种一定要再叫我来。期待开幕战，一定要进大家来场，3-3。反正会长说他时常会到台南棒球场，我们会请队长 Q 会长跳统一雄右。哇！很难的会长那种人，对，会觉得呢，你加油，你们东龙比较简单，东龙比较简单。为了这样，我压力不大敢去统一。压力太大。那拿我们这，我们准备贵宾席，对，都不用票，我们可以吹冷气，不用，你们安排最棒位置就是在你们前面那个位置。可以。我始终觉得棒球场最棒的位置就在那个棒球女孩前面的那个位置。